Hello， 那些好伤凯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我们这边要来抽双黑金妍希了。那这一次比较佛心了，是30抽就保底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到底几抽可以直接把双黑金带回家吧。好，那这次是央视用选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官方那个黑金的示范影片，是不是选最左边就有黑金？让我们选看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直接，没有，官方影片骗人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就选中间好了，下一张来试试看，我们可以几抽把它抽完，希望可以少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留点石头给初音啊。好，那我们来中间抽抽看，这里又不是，哎，不对，这不一定哦，好像这次是不是抽？哎，没有，好像抽下来就知道是不是了，所以刚刚那个一定不是，所以如果抽到黑色的话，降下来就会是黑色的。好，自己再抽一个，有没有？太扯吧！好啊，是好，这个还勉强可以用，但给我只要光跟暗的妍希就好了，其他真的不用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在欧啊，不要在非洲了，我要省石头，好难抽、哦，这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好，这么难抽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相信他应该快要给我第一张黑金了。好，再来，嘿，这个好了，来试试看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是认真的几率吗？为什么什么都没有？可恶！好哦，他有一个那个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对，他这次抽卡都会送这个奖品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抽一抽，太扯了吧？这个，好了，我们一直选中间，看一下他几抽给我们，好不好？中出。啊，没有，这个太扯了吧！不要保底了吧？有这么扯？那我选中间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啊？我们再选一抽看看，如果中间没有的话，我就不抽中间，我都选旁边。哇，真的没有？好吧，都是一堆废卡啊，所以大家真的要谨慎挑这个坑啊，蛮多废卡的。好。我们来抽旁边，不抽中间。嘿，抽这个，来试试看。哇，最好是啦，最好是啦，运气也太背了吧！我看我们剩多少？抽，我们好像已经抽了快10抽了，我们已经迈入第9抽了。好，雪碧选一个，10抽以内至少有一张黑色的吧。居然都没有吗？看来是不是要保底了？可恶！好，希望不要了，拜托，省点石头啊！选这个，说明就在旁边而已。没有，怎么那么糟糕？这个抽卡机，这样不行啦！啊，太扯了吧！好，我们选旁边的。哇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么，这是负面工伤吗？已经抽超过11张了耶，没看到一张黑的，这是认真。哦哟，刚抱怨完就有了。OK， 抽到是满得满记的哈，好。也是黑的，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黑，我想要更黑一点的妍希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们再选一张，再来一张黑金。有，哎、欸，这个我发光，有，连有了，连出黑金，会不会再一张？再一张黑的就好了，拜托拜托，再一张黑色的就可以了。我要暗属性的，拜托拜托，那就你喽，拜托。这一张哇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一张这个抽卡机好非洲哦，但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抽卡几率，其实我们才抽一半而已，所以捞不到最大奖是很有可能的。哇，等等，你长得不太像妍希，烦呢、欸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已经抽一半喽，抽一半三，哎、欸，
一二三张黑金对吧？我觉得还可以，还行还行。不过我只是想要抽到黑的妍希啦，拜托你。哎，保底是哪一张啊？这是保底是白的还光的还是暗的？我们俩来看一下好了。又没有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好，保底是哪一个？他有写吗？哦，有有有，他一定会有这哦。对啦，保底就是一定会有这两张嘛。哦 ，OK OK， 所以在30抽之内一定会有一张光的跟一张暗的。好，选这个零。有吗？有。拜托不要整我啊！也是黑的啦，但是不太一样哦，烦欸，这抽卡机让人家很火大欸，不要这样玩玩我啦，嗯汤嗯汤，哦哟哦啊嗯汤，抽卡机骗你。只剩11抽了啦，到底会不会来？拜托你来，该不会他就在中间取笑我吧？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不要选中间的，因为选中间都没中。好，如果说真的抽到最后一张是中间的话，那就有点好玩咯。太扯了，都没中，这次抽卡的经验好糟哦。带走啦！我选左边好了，我们往左边发展，该右边都没中。左边这里会有吗？有！哎，他就在左边，他就在左边，可以了吧？你谁？赫鲁斯？去吃大便了？烦呢、欸！我要的暗妍希在哪里啊？他不见了，有人看到他吗？请跟他说来我背包好吗？他不见了啦，我们已经快要保底了，不会最后一次还要保吧？我们要抽出音啊，抽出音，抽出音，抽出音。好好，我们就选旁边好像比较有机会哦，选左边的好了。哦哟，还是你下一张给我一张出音，我就原谅你。开始幻想，这抽卡几率太母汤了，我们剩六个了，这抽卡几率有多低啊？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，不会真的在中间吧？如果真的在中间，那真的工程师很棒。好，再一次，左边来。OK 太扯了吧，太扯了吧，我有剩四分之一的机会还没中，真的吐血。不会吧，不会真的就是中间那一抽吧？不会就这么巧，就是我不抽打死都不抽的那一个吧？三分之一咯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左边我们先抽完，抽完左边这条路线，再来右边。不会真的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还没中吧？不会这么巧就是中间那一张吧？我一开始要中出，他不给我中出。后面，哦，刚刚是这张是中间对不对？然后这边，那我们就抽这张哦。二分之一还不中，太扯了吧！50%中了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我傻眼！你们看，剩一张暗哀，哇！我已经把全部小奖都抽完了，很棒，这抽卡机率给大家参考了。所以如果你很非洲，还是有几率把这个抽卡机给全部抽光的吼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抽卡影片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实战。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新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，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，要记得订阅你。然后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